新北市汐止派出所殉职警员薛定岳13日在深港乡公所第一公墓怀德厅举办告别式，副总统陈建仁、内政部长徐国勇、新北市长侯友宜与彰化县长王惠美等人到场致意，以最崇敬的心情缅怀与追悼。对国家有贡献的远景的往生，我们非常的舍不得，我们希望说全民能够了解，那大家不要酒驾，那更不要吸食毒品，那我们要尊重远景的执勤，有关远景在执勤的这些勤务，我们应该尊重他。副总统陈建仁颁包养令追进巡官职务，并由历任汐止副分局长覆盖锦旗，以最崇敬的心情缅怀与追悼因公殉职的勇警薛定岳，场面庄严，背脊哀荣。公益频道张华云现期采访报道。